大家好，晚上好。我妈不端午，我还不知道。她端午节还过两次，那明天是农历十五，还过端午节？做包子吃。那现在能把面子省了，走一走。哎，这个发酵品先放哪？对呀、啊，多放点吧，多放点，放点放不起。啊，要发的大一点，那包子才柔软。你认识的吗？啊，那发进来，那个包子就砸一下那狗的梗子呀。来试一下，能不能砸死？买了三斤面粉。哎，几斤啊？我一要是我妈没回来的话，我就不会去搞这些东西，太麻烦了，那么晚。来，慢点加，给我加点水，快点。干了加水，稀了加粉。加水。慢点加，少量多次。再给我加点水，你晚上做这个作业就是给我加水，不然我手弄的。我加水你揉，不然明天这个包子香都 OK， 你懂不懂？看你好吃力的样子。我不像你做那么做，我这个比较硬一点，干一点。硬一点。我来，行吧，我来，走个飞舞。不要我做，走，走开，走开，闪一点！你为什么跑？快点闹，你闹！天哪，赶紧进来！我先床下，他床呗，不是光揉。真是恶心，我说真是恶心。嚼劲十足，还差一点。揉啊！揉。哎呀，这个揉是怎么样？哎，这可以可以，哎，完美，可以可以。哎呀，可以，非常棒，太棒了。还是老公的手可以哈、啊。可以，老弟。晚安。经过一晚上，我成功了没有？哇，蜂窝状，成功了应该，可以开始制作了。导演，肉馅。放点韭菜，韭菜肉馅，可以，就还有几根，没事。这个面团是发的还可以啊，蜂窝状。哎，这个面好难揉。先蒸一部分，做好一部分，只能放在这上面蒸肉了。这是哪里？第一锅蒸好了，小笼包子，全部都是肉在里面。现在这个肉馅的已经包完了，现在来包几个糖包，因为我小妹喜欢吃糖的，等下回来一问没有糖的院子里叫叫叫叫叫。现在都包完了，怕糖的跟那个馅的分不清，糖的我做成三角形，等下这一根一条就这样放里面去蒸。你回来了？嗯。来，尝一下。这不是我们女揉的面团的，做的。嗯，是的。糖的，你不喜欢吃糖的吗？糖啊，我要吃肉的。这里面全部都是肉。哎，怎么都做的成小笼包啊？我就是做小笼包啊。嗯。就是做的小笼包啊，你还浪费，一口一个多好。还可以吗？